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，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0轮的一盘主将战，是由江西队的主将龚子豪九段对阵杭州二队的主将，也是外援申真谞九段啊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，刘老师您你好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围甲啊，现在是也是一个国际的赛场，是的，外援都来我们这儿下，没错尤没其错，韩国的顶级的棋手都来，是吧？各个队，对，也是表示我们的国力强盛，环境好，对对他对，们都争先来，这个申真谞在韩国是排第二吧？目前排第二，但是申真谞目前势头特别猛，哦，就还有是连胜吗？有一个民间的这个排名，世界排名，他目前第一，这么厉害，啊，都还超超过朴过廷了桓、朴柯廷桓，洁啊，什么芋挺都所是，以这个不得了，现在是对他特别厉害，而且最近大家都看他的棋，都觉得他的棋就是涨了，觉得，但是那个他的对手龚子豪也也很是猛很强，对，啊，没龚子错，豪我势觉头很得近。势头也很猛。因为对，没他错。之前我看的成绩，尤其内容下都不错，没是错，吧？棋下得很好，这对对对对，龚子豪是也可以大家关注的一个新星啊。没错，没错。行，我们来看他们的棋局啊。好。这个棋黑棋，这个龚子豪啊，下了个新小星目。小目，白棋二连星。二连星，然后呢，他是挂这个。挂一个。白棋脱先了，不，现在挂星多数是脱先，很奇怪。小飞是过去我们不加考虑，就是小飞手脚好像现在很喜欢让对方双飞燕，他是走这个啊。对，就是对于人家的星小目，一般都是先挂小目的，比较多见一些。如果是两个星位的话，黑棋挂掉，有可能直接点下去。对，挂这个小目啊，也很多是这个，现对在对都对，喜欢翘一下。是的，他呢没有翘一个双飞燕，那么白棋马上就飞压，现在这符合现在的价值观，现在呢都是这样，说以前呢对于这个飞压都没有说觉得你给对方实地，或者当时认为是一个2分的局面，尤其是黑棋在这儿加工了或者怎么样。飞压也有哈，现在没有加工，什么都没有的，马上白棋飞压，这在那个这我们那个决议啊，认为啊，就那电脑上，他觉得这样是白棋便宜，现在都觉得飞压倒好像赚了只要黑飞棋，压，都觉得是白棋应该这么定型，给的分啊是白棋高，反正就是只要没事的时候，小飞挂角它不硬，就赶紧飞压掉，对是对对，赶紧飞压，不管，现在都是这么个流行算，人家飞压完了，那再走那边，再靠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又是这个流行的定式啊，这个又是他们的，现在都走这么，过去都是哇，现在都是这个，没有哇了，对。这个很奇怪，假如说掰这个的话，就是对，粘上，对，那么黑棋现在小尖，对对，这个是最很多，对，这很目多，前比较流对行。对，流行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今天又走了一个不一样的下法，稍微不一样了。他也不挖，他是断这个的，这门有飞压了，征子有利了，对，这个是肯定是要粘上的，就这个定型，现在也很经常能见经到。常出现。最近那个叫 AI 的一个这个新的定式，这个呢，你看以前我的概念觉得黑的脚大，对，觉得你这么提一个。价值没有那么脚舒服，我倒喜欢黑棋，但是 AI 给的分儿啊，还是白棋高。关于这个定型呢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白棋现在我在外面提了一朵花对，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子呢显得有点多余。对了，黑棋的角控看起来挺大的，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想啊，刘老师，这个局部以后白棋断三三，它是怎么应的它呢？是都就是规矩的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就是说我是残留有活角的，假如说我活想角活也角，不便宜啊，就只是活个角，它是有可能，假如粘说上它粘，不想活角，它是有可能对粘对上，比如说这样对对，啊。对对对对，然后白棋定型的时候，它可以打啊，是这样，粘这上，是对对，然后它搬，它有可能挡挡住了，这就是这是基正本定常型，定基本型定型，对。那么，假如说白棋，比如说它正还有想一抢些个余抢位，控的话，它有可能能活角，有点是的，小棋。对。就是说，这个地方的实地呢，不完全是黑棋的。但是它现在就是说非白棋的分数高啊，现在黑棋呢落先手，
黑棋老先手。嗯，哎，这个应该说那面呢，大家子数是应该是一样的，对，是不是？但是黑棋等于是双飞燕的情况下下成这个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如果说刚才拖的时候白棋扳脚呢，那么这个地方不说受攻吧，至少是还有点后顾之忧。应该说这样吧。嗯。这样不是四个子对四个子，你这儿当然填了一个，他这儿碰了一个。嗯。这个情况，这个当然是白棋黑棋好啊。嗯。但是这个他的觉得你这个损的太多了。损了。是吧？这个扑一个提个损太多了。嗯。所以呢，给白棋的分高，我觉得也有道理。嗯。我还挺喜欢这个定型的白棋这个。白棋啊，嗯，那你高手。不是。现在走的这个是吧，这个跳一个。跳一个也很大。这个是价值观相同。哎，这个棋呢你走那个我跳在这里。你要搬了之后被黑棋拆不好。现在这个棋呢是一个两分局面。嗯。哎，这个电脑给的分数都是差不多的。对。后面看看后面白棋啊。白棋双飞燕，双飞燕好，这个压一个，对，靠压这一边，靠压一个，这是流行定式，大家也都不免俗，都要走，哎，都走了个流行嘛，这是最常见的，对，走这个之后，对，现在它是拆二的，嗯，如果你走这个，可能啊，黑棋可能也往这边走了，嗯，所以呢，拆你那个冲断暂时不怕。反正冲断它底下能活呗，哎、对对对对啊，这样你还欠个断点，哎、对对对对，你也不能瞎冲。是，一般都是白棋要尖底下逼你粘回去的，还是打入？嗯，打入当然也很大。对，嗯，这个也挺好的。嗯，就按理说这儿他已经割了两步棋了，他打入还是符合棋理的。符合棋理，嗯，对，是的。现在白棋呢，它是尖冲，哎，这个也是一步好棋啊，嗯，也是一步好棋吧，是吧？哎。如果你说单走这个，也可能，比如说他走这面就连上了，哎，对，他走到这里，跳一个吧。是的，跳了一个，嗯，普通，哎，单关跳都是本型，啊，也挺好。白棋尖，尖一个，这个尖一个是，或者是你现在跳啊，也可以考虑，嗯，是吧？往上跳也是可下的。对，哎，慢慢再说尖，那个尖可能，是不是稍微早一点？还是尖的，尖他忙着那个要以后要马上冲断你，有可能。我发现黑棋这个棋形是这样，就是刘老师，嗯，他跟这个棋形是完全不同的，就是说这个棋形呢，它是就是放在这儿，嗯，我让你动手，对，但是你拿我一点辙没有，暂时没什么辙，暂时你还要做准备，不能一下子就有手段，是吧？基本拿他没招，即使你尖完了，他依然脱先，你还是不能把它吃掉。但是这个，对黑棋。黑棋他冲了一个，冲一个，嗯，好，冲一个，先看看它形状。白棋走的这个，飞一个，嗯，先捞个实地。对，你如果是看你走什么，嗯，哎，我再说跳啊，再说什么？那交换张之后呢？黑棋走这个，对。那刚才您说白棋跳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呢，他黑棋把那一连呢，给你封进去了。对，这个封进去，我觉得很大，很大。对，罩住之后，这白棋就变成，对，因为你这冲断并不能要人家的命。不，你冲啊，我还可以让一个。这实在不行，我再不挖一个。我让一个，没事啊。这个你再来，我就让一个，也不怕呀，嗯，是吧？你吃两个不愿，这个大呀，对，对吧？暂时你还不好，你先冲不一样，你紧气了。现在你冲，我有可能让你，嗯。所以你这个怎么来定型啊，也是个问题。你要是往外这么就这简单，只是这样，那我就便宜了，对吧？所以这种乱走的，哎，对对，自己做眼总不是什么好事。我觉得很大，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个跳一个很要紧的，嗯，这个我觉得这样下呢，白棋要想想办法了，看他的力量，他走什么。顾子豪的大局也很不错，确实是。白棋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是自己做活又不肯，对，他冲断了，冲断。我说他让一个不是可以吗？他就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猴一个，那白棋走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走什么。这，假如他如果说接着冲，冲好，很简单明了，但是接下来怎么办？对，接下来他怎么办？你再冲，再冲我再尝。嗯，这个怕什么？这两个字小啊，这三个字才当紧的。那我现在这三个字要怎么做活呢？我现在。很头痛啊，这件事情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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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麻烦，是吧？嗯。
那他走什么？我看看啊。他挡住，他绷得特别紧。嗯，断掉。挡住那就断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棋那就他这个顾子豪可能还觉得那个脚他还可以战斗，他战斗性还很强啊。嗯、哎，看他走什么。挡住。挡住，对。挡住呢，这个地方首先一吃一吃。那个什么，那你说你要走这个，他我你来吃吧，这个脚还真吃不着。对啊，你可不就是很难吃不着。你说这个我就这个，你怎么着？我这还又断，你受不了。他说不怕，哎，你如果走这个我还断你呢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棋呢，哦不，他可能你走这个，他就算搬一个也行，是吧？他走的什么？看看他，白棋虎一个，这个虎好像有问题。跟虎有问题，这棋形下的这儿不这很明显欠一极端吗？哎，对，实际上你这个是先手，对对吧？这里先手下一步你不会走这个，你是在这里，对，所以就直接这个就最好了，即可。是的，这个呢，你如果你砸我粘上，你这一补我一扳你死，嗯，如果你这个我这一挖，你走我这一扳粘就吃脚了，嗯，所以呢，这颗要单走是最好，直接。一步到位，这个是个要点。嗯、飞在那儿是？哎，飞在这里要点、哦，飞在这里要点。这个棋呢，黑棋的要点让黑棋不太好下。你这个棋呢、嗯，你就算走这个，我就长一个就行。这好像接下来无论如何，哎、这你走那个我走不好，继续挖、对、还是走不好。哎，对，嗯，这样的话你打哪个都不是。嗯，哎，这个是先把要点一占是最好。他实战这个呢被他一扳呢，黑棋压一个，他不挡了，关键是、哎、他不挡了，他是你不要想的这么如意算盘。他本来是想这样，是当然打吃粘上，但是他不走了、嗯。第二个是个要点，但是呢是他往这面压了，嗯，哎，所以这个下棋还是要有点远见，不能光看啊、哦，我虎一个他挡住我连扳，对，人家不挡住了。这个长一个可能还是要长，还是要长一个，哎、长一个是要长，对。长一个是行，我也觉得应该长一个。这个长一个，那外面再说，哪怕你压我还长一个。哎，这个后面呢，我反正这个棋吃白棋也不易。哎，反正你来吧，这里面你还脚上没活呢，是吧？对。哎，那他这个棋虎了一个，这有稍微松了一下，松了一下，松了一下，这个点给黑棋了。本来你一步到位在这儿多好，对。现在你给他黑棋这一连呢。你在下面怎么走？哎，这个地方你再补这个，那你这个棋就是一个恶手。是，本来是这那肯定是这样飞出来的嘛。这就恶手了。嗯，那你补哪个？补这个也不像话。嗯，补这个都不是棋。那你扳粘的话，被他吃通了也不行。嗯，所以那现在白棋走什么？白棋冲断，哎呀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有点硬着头皮，只能找头绪啦。其实这冲断有点过分呢，看着。实际上，关键你前面应该点。嗯、现在呢，你这个时候就晚了，被他一走，这个地方找头绪，你的作战的场合就稍微，不是那么顺畅，不是那么到位。对。这个棋可能这个申真绪啊，哪个地方可能节奏上有点问题。嗯，这个顾子豪还是很厉害啊。没错，哎，他走的挺大局掌控的很好。确实，这个你的忙这个啊，他走这个，小尖走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地方先走。他希望你什么呢？嗯，哎，你这个尝一尝，那好，这个一打先手是吧？那么这个尖一个，你走这个，他把你冲断是吧？你的气紧了，反正有冲着怎么踢啊？嗯，但这个棋呢，他就是说黑棋先他脱先了，他不走了。对，他很灵活，他下的，他就扳一个，扳一个，对对对对对。其实这个角呢也不是很怕，因为有一个急打断打的这个下法，白棋要杀他的话，必须得先点三三。哦，那不会啊，那这已经先付出一堆代价了。他，但是他怕他太苦啊，比如说他就算这个或者这个，你的这么做活的话就已经很苦了，哎，对。啊，就弯一个，是吧？你走这个，他挡这个，你还没活。对，是的。哎，嗯。所以呢，这个本身也很大，是吧？嗯。他打一个，这个棋应该单粘上。哦，应该粘上。啊，应该粘上。哦。哎，这个棋粘上呢，你首先这本身有挡的活，活棋。对，是的。对这个也不一样。嗯。应该粘上。粘上的话，你现在白棋你的补哪里？
补这个还是补那个？你再说一个说法。嗯，你补这个又不肯。对。可所以呢，这个先看一下白棋怎么补。嗯。这虎一个呢，你先被他多打了一个。这打着一下可差很多呢。对对对对，这两个交换。本来他还交换不着，他本来他不可能搬一个，你肯定不会弯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给他走了，等于走了一下。现在这个白棋啊，还是拆二是本手。对，我就想他怎么不走这个？哎，这个太难了，很纳闷这件事。先在看了，那个拆二是当紧的，哎，当紧这个要拆。他现在走什么了？他是走了这个飞刺一下。飞刺，哎，这个我要粘上，对吧？这个呢，你。对你这个是个软儿，你打这个我能粘上，你这他可能是连扳。对对对，他肯定是这么想的。哎，这有个连扳的形状，当然是作战不好弄。但是他每次刚才也是胡了想连扳，然后总是落空这件事情。这个棋呢，黑棋可能有点不好办。嗯，那个形状不对。嗯，但是这个棋呢，白棋不给你硬来了，他走什么？你看啊，他不要了。对，那个当机，那个太大，特别太大，太大。而且都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本身被你连扳，它就不好下，太大太大，所以他就先把大的地方走了。对了，啊，这个是必须要走的。这两个子呢，并不是说一定要连出来的啊。这个棋呢，这个棋白棋呢，这个时候还是说，虽然很大，但是你也冷静的话，你赶着还得往外跑，靠一个，哎，可应该靠一个，嗯，这个靠也是必须的。主要是这个时候呢，黑棋也没法反击，如果打呢，白棋可以反打，是吧？这个不能这么打吗？不能这么打，您就粘上。粘上不哪个都不行，哎，你就反打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哎，这可以。那就这样吧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我觉得这样您挺好。因为你现在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个它吃就通了。对，是吧？它吃在这儿，它还不是踢的。哎，就都你不要以为去跟它打劫了。这个不，哎，这个不行的，嗯，那个不，这个反打不是行了，你大概是这样。走这个，可能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大概是走这个。白棋这么下呢，还是有的一战。嗯，哎，白棋还是可以，只能这么战斗。那他实战的走的什么呢？看啊，他走的这个把这个吃了，这两吃了。但是这个一点呢，这个白棋麻烦了。这白棋好像有点扛不住这一下。哎，这个棋啊，你走什么？很麻烦。我已经不知道走哪儿。对啊，这个棋。你不管你也不能粘上，粘上就死进去了。粘上人家就特别简明的走在外面，怎么走一个就行了吧？就行了，哎，随便走一个，你这个棋就不好办了。嗯，这个不行的啊。那么他走什么呢？这个棋挡的话也被他吃，那么他这个时候的，哇，把这个走掉，要多挖了一个。本来你应该单靠，嗯，但是现在呢走成这样，这个得挡，不挡我给吃了。对呀，实际上这个时候白棋把它吃掉啊，你的忙着活就已经很累了。嗯，黑棋的形状很好，这两个不当紧，这两个吃掉就吃掉了。哎，你的忙了走了好多手，黑棋大局很好。主要是我还看他这是怎么活的，活起来就是辛苦，活起来都形状上你需要斟酌一下，怎么活？是啊，我还不知道他怎么做活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棋形，这个棋形不太好。嗯，哎，你这个棋。你可能这样，可能是怎么着？哎，你这个卖又不可能，你立一个被我这一扳是什么情况？我不觉得能活，对吧？这个棋，所以呢很辛苦，哎，很辛苦。这个这么一打，白棋就活起来累，你那叫损半天，自己苦活的话，你又不肯，嗯，所以呢，黑棋这样就很好了。那么他走什么了？这孤子豪他杀心起了，他不想让你活。不给你肯透气儿，先把这个压了，对，钉一个，钉一个。他说你这根本就活不出来，我是要杀你。他说我你走这个，我给你闷进去。对，这当然死了，这个倒是死了。是的，这个死了。这只要你外面反正没法蒙住我，哎这个、我就把你吃了。那个这个不行，那所以呢，你再尝一个，尝一个黑棋再压一下，哎，压一个，那他不这也回家了吗？对，我想想也就算了吧，这搬一下就搬一下算了呗。哎，只能这样，这个搬一下没啥了。但是先吃一下，这都没关系，这以后也是你的，这都是你的。好吧。哎，这个你搬我也粘上，搬也粘上，嗯，是吧？嗯，我以为你会这个棋，这样不是还很漫长？对啊，不如当初直接吃。嗯，不如当初直接吃，可能他还想啊。这以后可能还怎么攻他或者对他是看他没活，哎，估计是可能他觉得你还没活，嗯，也许这样啊。那么实战我们看白棋也
还是不肯被这个还要长哎先走，那么就大家来吧，那就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，对，你又不肯补，那我只有把你断了，只有吃了，这个就形成了这个必须杀他。嗯，但是我觉得杀着了还是可以，杀着了这个迄今呢，这都是木，这个也不用补了，以后这都是那个什么，都是木了，对，外面我气长得很，嗯，是吧？应该是黑的还行吧，我觉得黑的还可以。那么现在白棋呢？现在轮白棋下，白棋走什么呢？白棋这边如果说动手吃他三个，应该也没有把握吧？吃三个你怎么吃？可能啊，这招棋可能也很大，最狠呢。哎，这招棋非常大。但这样的话，白黑棋会不会？非常大，直接给他杀出来了。杀出来，他说你根本就没把我吃掉。那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要走啊，这个是棋形吧？他走的什么呢？白棋小尖了，小尖，看起来还挺稳健。他还想啊，一个是这里有封，对。这里有靠，对，总是那死的有点心不甘呐。死子总是想利用一下，有各种的发挥他最大的余热。的确是有很大的利用。没错。那他走什么？一起跳一个。跳一个。哦，这个太大。嗯。这个太大，这个形状一走啊，关乎你的死活，我的联络，这是也是一个不能小看的一个要点呢。所以刚才刘老师摆的那个白棋是要扳住的，是吧？对，那一下。扳住是不是他还有怕转换吗？我不明白。哎，他走这个，这三个吃了也很大呀，这个相当大。这个那他既然走这个，那干脆刚才说的那个，对，就继续吧。因为你这个他希望什么呢？希望你扳，说扳，不管你扳哪，这个、我这都有棋，都有棋，这个我都希望你趁热走。对，你走这个呢，越走的我这儿打吃先手。这个是白棋打完了一顶，对啊，这很容易出问题。你压过来打完顶住，这要出事了。哎，对，那么这个棋黑棋怎么收气？尖一个，这个尖一个也是一个长气的一个手段，是吧？对，他要长你的气。白棋扳，扳这个，对，他是扳的这个，扳下面他就粘住了。对，他走这个，立下了。然后他先阻度，要求先把你这回家的路切断。对，你如果走别的，他就跳回来了，就回家了，干脆不收气了，是吧？他就干脆就这要点一走，哦，小尖一个，好，这个棋不收气吗？这个收气吗？这个是吧？挡住是吧？挡住收气，看看怎么样？挡住的话，黑棋是不是圆一个？圆一个。这个气倒是有点复杂化，因为这个圆呢是个，基本上是个先手，要不然马上就要断了它了。对对对，他要是松一气的话，哎，这个气啊，那就那他紧一气吗？紧一气的话，这里有个扳吧，是吧？他是不是挤了拐出来？或者说啊，这个气他要狠一点是这个。是不是这个？单照外面，单照外面，反正两头收气。狠一点是这么。这个呢，黑棋也要动动脑筋，要小心。对，因为你这有收气的问题。对，要小心。嗯。各种气，你的如果被他一卷，他又死得其所了。那么好，那么看他，我觉得这么收气还是对的。他这两下他现在没走，他先爬了一下。爬了一下，好，那么黑棋把这个走一下。要不然他不走，被黑棋挡的脚都死了。哦，这块棋这已经要挡不住了。走这个。哦。走这个，他还是小尖了一下，尖这个很大，那这个不走，被靠一下，靠一个，收的刮得很惨。对，那么现在黑棋啊，他是走什么呢？这个棋一定要走中将补一个很大吧，中将补一个很大。关乎到这个那个气的问题。那白棋再走的话，再逃。他走这个就不走的话，他是一会儿要把他挤死。对，这基本上这个要点一站呢、啊，那中央无忧了，那就是你乘多少的问题了。我觉得中央无忧了，你再乘多少，比如说你看你乘在哪里，我再来进来呀，这再进来嘛，以后再说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不觉得那步棋很大。对你走这个我三三了是吧？这样的话就全局啊，黑棋优势。如果这么下的哈、我觉得这个应该先站一下。这个棋有那么必要吗？马上走了，走得太早了。是的。现在我觉得这样走，这个黑棋好。
我也觉得黑棋不错。黑棋好啊，这个吃了目数还是挺可观的。全局可观，让他先动手，我再来破就是了。对，这样呢，简单，马上就折掉。那最近呢，拖这个也是个最近下的很多。很流行是吗？这个下法。很多很多。就是说，你点三三的时候，你觉得人家肯定会挡这边。对。那么你爬出来，你觉得这个结构白棋不错，所以呢，受影响过来一路。但是这个早了。还是觉得刚才应该正在中间是吧？对了，应该是中间那个要点要抢。嗯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白棋搬角了，他不肯搬这边，搬这边被你藏到三三呢，他觉得这边被你过来了。对。啊，跟你直接点三三相比呢，他亏了。对。所以他就搬角。搬角，好，那这个长是必然的。立。立下来，他飞一个，这是常规手段。啊，虽然看起来好像这朵花不是怎么发挥的，但是他等于说把空啊转到那边去了，对了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是。啊。这个。哦，这顶一个，这都是比较实战，实战，也有这个的吧？哦，这个也有可能啊，这个也有可能。飞一个，那白棋是不是就冲过来算了？冲算了，他就再走大啊，再走别的，这这枚不小，这走这个被他跳一个，这枚很大，我觉得这枚非常大的都是。我也觉得是，我觉得黑棋不转呢，这样不转，好像。不是，这个他可能前面的本大，或者这个不是也是常见的行吗？虎在上面，直接这常见的行吗？走走走，再走两下，赶紧把这个比住。对，这个很大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很大，我觉得这个很大。你要走这个，我再往这边走。嗯，这个很大。他是走的这个，被长。搬起来，然后这个。对，然后黑棋有虎的一个。这几个下的我怎么觉得有点儿不太赞同是吧？对，从一开始这个拖不如这个，然后这个呢前面要说优势，但是这个距离是不是有点拉近了，或者说现在是不是要重新判断形势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本来黑棋一片大好嘛，把那个吃掉是吧？现在真的是让我有点迷惑了。那么下成这样的时候呢，这个白棋上方的空，我觉得成了也不少啊。啊，看起来这个局面呢，依然现在是很焦灼的。本来我们觉得吃掉，黑棋还挺大的，但是由于那一带呢处理的不是很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棋，轮到白棋下了，这个局面下其实也挺难的。对。接下来应该怎么收？后半盘应该怎么定型？这是个难点，给大家留点时间思考一下吧。好。好，欢迎回来啊！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0轮的一盘主将战，是由江西队的顾子豪对阵杭州二队的申真虚。那么刚才呢给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是黑棋刚刚在这儿虎，最后一招是这个虎一个，他补一下啊。目前这个局面轮到白棋下，对，看着呢就是形状上黑的这个没问题，但是呢白棋啪啪两手啊也是大场先行了，走到这面的位置也不错。对，这个棋呢刚开始把这个吃掉了，应该是黑棋明显优势。没错没错。但是呢经过这几个呢距离拉近了。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拖之外啊，先下手早了，应该先走这面。那后面呢几个稍微让我有点疑问，比如说顶啊飞啊或者是虎这个他都没走，就都给白棋走得舒服一点。现在呢就面临的那块棋就是刚现在该白棋走啊，他怎么收束？这个收束其实这样的局面我就很不太知道应该接下来怎么走了。定型和收束确实是一个难点，因为这一代呢现在杀棋杀不赢，刚才刘老师摆的如果是单挡呢，黑棋就团住团一个，对，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收住它，这也是个疑问。这个是因为紧着气啊，被在这里有扳，对，他要冲出来，没有危险的话就是尖啊，尖呢又松了一气，对，松了一气呢，那就松一气他可能就收气呗，他比如说从后面开始收气，可能就这样了，收气这样的话他可能在这里边再走怎么样？来那个外面再收啊，因为中央本来就是一个这面呢，里面有个四气，这外面呢是五气，是吧？但是你要是一气都给它收干的话，那白棋挺高兴，干脆弃子算了，是吧？
所以这个棋也不能说是都给他收上气。对，现在他顾子豪是走的这个是吧？这个时候白棋下的这个，他先从这边开始哦，着现在从手。这边走。因为他如果不走的话，他想是这样，这里有一个段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这里有个段，给黑棋留点余味。哎，对，他实际上要便宜。本身这手棋也是有目，他不走的话，人家有可能把他以后哎，跳对，吃反掉。正现在要便宜是对的，这个先试一试。对，但是黑棋这个不可以吗？跳刺一下。挑刺，挑刺的话，你现在他这个会断不冲了，断吗？断你粘我这儿有冲过对来，对是对，吧？哎，那你白不棋只能，有冲断吧？白棋是冲，冲断当然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棋它可以不给冲你，完了不断了不断下去，走这个好灵活。呢？你再走这个，我走这个，你粘不住，粘我冲过来，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？这形我状没有这它概念，我以为冲了总是挡的。可以考虑一下，是可以的。考虑，就这么下，你粘我冲这个，这么下呢，就是说，主要这个要点要抢，没错。可以考虑一下，黑棋就这么下，对对对，他点一下，点一他下没等走，于已经防住了，哎，即对使对，你长我，对，就算这儿不走，你也冲不断哎我，对，反正这样冲走这个，这样不是局面比较清楚？只对，要你拿我这个没有办法，你粘上我这冲过来对杀你没有办法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这白棋这两个棋筋跑不掉了，现在已对经，呀，怎么都是跑不掉的，是的，可以这么考虑，对。他没怎么下。它是单挤的单挤，那么听话，他就干脆就就粘补上，上了。对，这个呢，就我联络，但是这个联络呢，就是说你不像刚才，你要能点着，这样当然是跟后这面都好差不多多啊，点着都这个都了，这气都天不一差样，地哎，远了，这但是是，他点不着啊，这样呢就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白棋呢，白棋拐一个，他得寸进尺了，其实这个一拐啊，让你的形状难受。对，得寸进尺，因为本来这个棋这一挤你走，冲过这一来冲了，过来怎么都很大，是的，哎，这是个本身是相当大的棋，哎，那么这个棋呢面临着什么呢？面临着黑棋的薄，比如说你不走这一挖，粘上，出问题，对，这个黑棋可真要麻烦了，这断点太多，还有个哎，结，这冲啊什么的就断，这个黑棋要麻烦，那所以说这个原因就是你前面可能稍微让了一点白棋。把你的要点一占，得寸进尺了。黑棋现在的形势啊，还是和刚才那么乐观吗？他要小心了。好像不是很明朗了，已经哈，对。至少是这棋已经看不清了，很接近。他这个拆一也是为了防这个，主要是为了防为这了个防挖。这个挖粘，挖粘，他可以虎在这里，对。哎，打这个都没问题，联络了，哎。但是呢，这个棋这么一走啊。哎，你看看白棋下手还更狠，他不挖粘了。你这个棋啊，他挖粘，他觉得损了，对他你不当能翻译粘了。这冲了断受不了，所对，以你还得补这个，你要补这个也没意思，补这个是吧？厚一点。粘上，但是这一就有个这结个了。棋可是有个打结呀，对，这个结下面是没有眼的，两个眼是没有的，是一个的。眼是可以，但这个结黑棋。可以吗？问题那面不是很多劫吗？没错，这那面现有成的劫，劫财呀，对呀，劫财很充分呢。如果这样打劫，我怎么觉得黑棋怎么办？那黑棋肯定得都硬啊，那该大硬家什么硬这什就么，打劫啊，然后就把这个提了，比如说，提了，就这样，他这本身劫还有好几枚，本身劫有可以，然但后是呢，我待就会跟再着打，搬他一下，搬我也虎跟着走，但是你那个劫也可以啊。也要小心，这个棋我认为要这么，这个马上这也有断劫财，那很多，这个棋应该说，这个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个要小心一点吧，得注意，注意，对，是对，的，但是，我觉得白棋就是黑棋也很危险，很危险，白棋我认为强烈要求说是，直接打劫直接打劫，吗？这样的话。黑就想一劫把棋，他打我晕觉了。得会形势吃紧，至少是有的占。他为什么没走？他实战没有走，他实战不走，他走的什么？他先挡了。挡，这不是一个劫财吗？我觉得他这里呢，就想制造一点事端，那顺势打劫，这个也不，就觉得已经很简明了，是那，吧？对，好，那这个样。劫，
有可能打输了损。嗯，但是现在看样子来说，那面都是劫财，天大的劫啊，那可能是黑棋脱不了手，黑棋我觉得很危险的。嗯，边走边打劫比较好。这其实这个劫啊，白棋不没啥重，就是说你黑棋即使粘上，它损的有限。但是黑棋很重啊，黑棋打输了全死了，是，所以黑棋吃紧。我觉得如果扑了打劫啊，前面的你些这些退让啊，有可能就成为你的，有可能是失败的根源。根源就在这个退让的前面没有一举要走简明，嗯，或者你这个点没点到，对，这些都是后面这都显现出来了，嗯，但是呢，他没打。这个棋我觉得对黑棋来说可能是个好的兆头，他这个先走损一个劫，他还不打，其实现在还是应该打劫兆，对，他主要想这个先弄得你难受，其实边打边兆他难受，其实都是劫财，嗯，啊，其实铺完都是劫财，他这个很遗憾，他这个就没有。他走的什么？就该动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犹豫。他打吃，后面打吃了一个。对，他打吃补，自补了一下。自补了一下，嗯，还不打劫。然后他是靠的。靠这个，提这个。黑棋提。嗯。这个粘上。对，粘住了。嗯。然后黑棋靠这个。其实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劫财。对呀。每一步都是劫财。啊。他没有这舍不得打这个劫，这很奇怪。然后白棋搬是吧？嗯。接上。很奇怪，很奇怪，这个棋。他如果有那么多劫财的话，那他那个劫不是随便怎么打都能打。对呀、啊，他这个劫财很多呀。嗯。他没有走，然后他这紧着气，因为这靠是没办法，你这个走这我这有冲，对，走这虎着，这个他没法办。然后呢，他是搬了粘上，他还得紧着气、嗯。如果一松气啊，他就可以脱先了。对。这四五气，这后面才四气，对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还得走着这个气，他是走的这个吧？嗯。他是先团了一下，先团这个，对，哎，这个棋，这面，他接下来马上要收气，收气啊，所以黑棋呢是这样，就是直接收呢，这已经黑棋已经快一气了，嗯，对，所以黑棋把这个提掉了，补掉了，那这个黑棋白落了一个后手啊，白棋在这里啊，对，白棋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对，黑棋白棋这个地方失误了，嗯，这个地方是后手，你看。你收气收气收气，它就跟着紧气就行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你收这个气，它就紧着气，你看就明显的多一气，已经差一气了、哎、这打就算我接上多一气没有关系的，对，那这个呢、也是多一气至少，对、而且它还可以现在断你，嗯，不明白它这一提啊，就可以说高枕无忧了，因为你走这个它搬底下有个眼，底下活了，底下是个眼、底下活了、哎，对，这是活棋，这个，嗯，这是活棋是吧？嗯，哎，那么怎么办？白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错失良机了吗？错失良机，本来打劫我还看好他这个劫财有利，这如果直接开劫是吧？那么多劫财、是吧？还有等等这断角，那都是不能省的劫财，就是说这白棋黑棋没办法，那必须硬的。那现在这个你这个关键时刻落个后手被他一提，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他走这个吧，哎，这个是他的先手是吧？啊，这个我觉得这断一个不是也可以吗？断一个，嗯，哦，他是还没走这个，他是走的另外的啊，他断那个角了，他断一个，断角是吧？那个角是，哎，这个，然后他搬一下，哎，对，这个先手。他可能财迷那个断角也有可能、他觉得不走的话这个都断掉了、他觉得那个这个大可能是这样，他紧气、紧哪都一样啊，粘上哎，他还是很看重目数的，就是肾真虚，哎，对，而且他的收数比较强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能收赢这样的棋，是吗？这个棋他觉得这个收起来舒服，嗯，尤其搬也都一路先手，嗯，走的一路先手，但是这个核算下来啊，你花了一手棋在这儿成空啊，嗯，不合算，嗯，现在这个算终于他落着先手了，顶了一下，哦，顶一个也很大，这以后啊，比如说这种点呢、啊、这个点很容易出棋，哎、对，这一单顶一个好棋，
它立立下去。哎，这个棋不要往上了，这往下了啊。对，这个时候底下木重要啊，往上没什么意义。挡一个，白棋挡住。哎，我说这个断一个可以考，断一个可以考。断这个吗？断这个，断那断这个。啊，单断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嗯，单断这个，嗯，哎，没有反击啊，我看着觉得应该没有。这就三弃棋，怎么反击？太少。你是不管走什么黑棋一顶，就把你这两个子吃了。我觉得这个棋一个断，这个走这个也可以，也不小。就是或者让他走两下就完了呗。哎，你走一个，反正我就收棋，反正你这边本身就是先手，都给你。对。但是我觉得这手棋也很大。嗯。这都算你的，不就完了吗？这都算你的，对，是吧？哎，这多两个有啥？没有大木，以后搬海先手，这都没啥。嗯，中间一个大吧，这步棋好像巨大，看起来好很大。对，这样黑棋明显好像全局啊无忧了。嗯，这边炸弹给劫财没了。嗯，剩下呢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还有点虚的，就收木了。对，这个黑棋就赢了，嗯，应该说。我觉得这样走的话，黑棋这样下很简明，就没有什么风险的可以，好争的了。嗯，往这个地方很大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跳出来了，跳这个，没必要，这个地方没必要，这都是木的，都，人家尖一个也就没啥意思，这个没什么木，反正他也走不出木了，都是没有木的地方，都走不出几木棋。他主要连了，你这个不是还是收棋没啥意思？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很大，其实这一招棋，啊，这儿都长出好多木。哎，你看这个来去差多少？哎，现在你走在这个地方，被他这一走，那么大家这个木啊，白棋会多很多。这个地方这两个显得没太大，他走什么呢？黑棋并出来呢，这个收气还是要收的。您总这边，哎，那个木还是一样。你唯一得到的就是将来能冲过来吃掉这三个子，但是这太小了。这个，眼见的这六木或者再加几木，那个这个不如这一手棋。嗯，那么他走着什么呢？他是走的飞，飞了一下，嗯，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啊。对，挡住。嗯，那么黑棋先收官。现在啊，你要只是这么收的话，被他这么这里面太大了，这边太大了，哎，是的。他走什么呢？下一步我觉得他是一步好棋。哎，嗯，这官子还是很。哎呦，这出手了。对。因为再不出手啊，可能有危险。嗯，因为这个它围起来大了，这个地方你要是没棋的话，这个你走了半天呢，就一个后手吃这个没啥意思。哎，这个倒是出手是顾子豪也是看到了形势没那么太乐观。对，哎，他也要需要那个什么了，来点手段，想点招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棋呢，你怎么吃我？吃起来累了。好像不太容易吃掉，不太容易吃了，是的。你走这个，我往这儿走也行。嗯，哎，这好像吃不掉，嗯，是吧？你还有怎么吃呢？这个棋，哎，这个局部好像这步确实是手紧，白棋防不住，啊，我觉得。对。那你如果说一般的想法，就觉得一路大飞收个官子，哦，哎，那人家这个棋啊，哎，这个棋很高兴，他就高兴了。那这个棋是要点。是的，因为有个顶啊，这个倒不见得，因为你这样的被他这个不好，嗯，这个好棋，你要走这个呢，他还能尖回来，这有刺，嗯，哎，这他实战是走这个是吧，嗯？然后你看他来这个了，他还刺你一下，哎，对，哦，刺你一个，他不是直接说从底下连回去，对，他是刺，哎，然后再长一个，这个棋呢，嗯，你如果走这个，他就这一冲你就麻烦了，这已经挡不住了，这就麻烦了，嗯，哎，这有打吃。这个掏得非常狠，对，可能搞得白棋的痛处了。其实白棋我当时一直在想，白棋能不能挡下去的问题。嗯，哦，这个棋啊，啊，这挺狠的。嗯，哇，这个有点狠。对，这个有点狠。但是好像不太行，因为我觉得看到，如果说你急打，嗯，大家不要俗，这个太俗了，这个太俗了，走完了你活不出来，你立一个它正好一断，这个，不行，这个不嗯，它可以单长，单长对。这单长一个，好像白棋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了，这已经好像是不行吧？啊，我觉得这个气就不对了。白棋假如说要收气，只能尖这个，嗯，他不能从这边收，这边收，这人家虎一个就已经不行了。他是这样的，他黑棋呢可以先做一个交换，嗯，然后搬完了之后他单断，单断，他拐打长，再贴贴，然后他就搬住他。这里呢白棋能长一气，嗯，但是这一气呢也不解决问题。好，斩赏。
他就粘上，他粘上，他搬住。为什么要搬一个？就单走不一样。他是这样的啊。哎，我刚才是这样。他是拐打，然后粘上。直接断。不是搬吗？他直接断了。所以这搬一下很有这很有必要。这很有对是吧？本来我想了半天，为什么搬完了粘上？我觉得好像我差一气。然后他直接给你断了，就是搬着一下几下气，怎么都是白气差一气。这个算的还是很精妙的。对对。很精确。哦，好像我觉得白气不行。不行。这一下被一路一搬就倒了这个。好，那有这个精确的算路啊，这个断是要命的。这姑子豪有这个算路，绝对是要他命了。这个那个对手啊，申真旭拿他没有办法。对你挡下去不行，挡下去被他一长、啊，这是很郁闷的一件事情。啊、你要补上面，被他这一尖是不是也麻烦？已经活了，这个立线手他虎一个就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看你要走这个，这一走就活了。特别简单明了就活了。这厉害先手是吧？哎，这简单，你厉害先生，这一吃也活了，那怎么都活了，活得太容易了。好，那就这个棋啊，他就不行，怎么办呢？这白棋很郁闷，这个搬也不行，这个最后走了个这个狗三角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对，他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招法，明显亏了。明显是受打击。这个白棋黑棋收获很大。对，是的。干脆其实爬掉也行，打掉都很大。好，那么实战呢走成这样的白棋，黑棋收获很大，就是靠这个收获啊，我觉得这样黑棋要领先了，又拉回来了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手筋一亮啊，亮剑了，这感觉是。对了，那他走什么？他冲了一个。冲了一个。黑棋哦，这个，这再捞一票。他这个招招都在目上，这个呢，他就。这算活了，哎，中央给你了，是吧？白棋的围中央啊，这个只有围中央啊。对他这个围，关键他还不知道往哪围，所以他先把这个挡。这个我觉得黑棋刚才能够走掉，先走掉他是吧？但是这个的确很大，很巨大，很大，确实，很大很大。黑棋把这个打了，把这吃掉，这两个交换冲掉了。因为他有可能虎的时候，他打在这儿，那这下就打不着了。好，那现在白棋可以中央走围一下。对对，他就是这么下的。围一下，围一下，看把他中央给他，围出空来，也很可观。他是跳的这个。那不如这个，或者这个就可以。这个，稍微围的话大一点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如果围出木来，我觉得白棋还可以啊，这棋。那是、啊、也能收、啊、那倒是没有说差很多好像。那围这个的话，黑棋是不是捞起来容易一些？黑棋把这个先虎掉、虎掉先手，这就冲过来是吧？这可以考虑这个是吧？他走的那个，我不知道他是没看到人家有这个尖冲嘛？他是觉得他小跳一个是不是也可以？对，大跳好一点，大跳好一点。大跳一个，黑棋好像还挺困难，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操作。也可能黑棋控不差，也可能啊。我估计他跳一个的话，黑棋也得在这边想想办法之类的。也可能是，也在这里，对，这一带之类的。那么黑棋也就。这会给黑棋增加困难。对，那倒是。那现在呢，黑棋的困难就变得小了一些。对，这样，那他这个挡一个是先手，他连回去了，主要问题在于他全连上了，刚好，全线连住。那粘这个虽然气紧了，但是没啥意思啊。对，还是断不开啊，断了吃这两个没什么意思。这样他这样他就冲过来吃掉，但是也不起作用，不转呢，不重要。但是这个呢，不如这个对木好一点。他就这样，他也双一个是吧？对，好。双住了，在这儿。双住。在这个棋，白棋啊，这个无论如何要冲掉。对。这个必须冲掉。我觉得这个太大了。这个他现在完全是有机会冲的。冲掉可以冲。现在冲就没问题。现在冲被黑棋肯定打。必须走这个。他没有任何变化。对啊，他不冲的话，现在呢，因为你这个是没用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个是没用了。那你飞呢？他可以靠也行，或者粘上也行。他连了，他走什么？他走的这个尖，他就破眼呗。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担心黑棋搬他呀？有可能，他就不走，我就一个一个搬了顶啊。对，但是搬了走了顶啊，这个很大呀。他如果说现在这种局面下搬的话，会不会遭到反击呢？那也有可能，这个他可以，那先我顶一个也行。先顶也没问题。那反正他能走到那对对对搬了两下那对对对那棋行。那我就他先尖了一下。先尖一个好。
飞棋跳跳，然后他大飞，飞这个他没冲那个。这个棋呢，当然这个很大了。是。哎，但是他走这个，扑一下，扑一个，挤掉。这样呢，黑棋得先手了，现在已经断不进去了，嗯，是吧？他就干贴了一个。贴了一个贴了一个呢，也是一个眼位，他现在眼位要注意。是的，是的，得小心自己棋的死活呀。这个棋也得要冲掉，死活都要冲掉。他粘上，被逆收了，他把这个挤了，挤着你是先。然后把这个粘上，这个粘上，我觉得是胜利宣言，可以说。这个太大。这个太大了，其实。因为你看，你冲完这一路回来，还有你这关系粘完，你搬粘先手了，黑棋。对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那你这个先手吧。他挤了一下。他挤一个。如果不挤，如果不挤，他这个先手，对吧？这一团就活了，一团是个活棋，底下是活棋，所以挤一个里面没活。嗯，他挤了一个，他吃一个，是吧？吃，粘上，粘上，好，那里面是一个眼。对，黑棋挤了一个，黑棋挤这个，嗯，往上挤。他不走的话，他待会再拱他一下。对对对，啊，他的你也得走，要不然被挖断了。你这个黑棋有眼了。是的，他冲、冲，黑棋挡住，挡住，冲过来。这个眼位，不过它俗一点，这个就是眼了吧？它就是这样下的。对，就这个就眼，你粘上我做眼，这个就两个眼能瞪起来了。他看得很清楚，他就做眼，对，做眼，这样就活清楚了，两个眼。没错。啊，那是只有官子了。是的，他是立了一个。立一个，那这一间也很大啊。他搬这个。那这个又进来了。对啊，这个肯定不够了。这个也很大呀。对呀，这个很大。收官了，这个都这个他的先手啊，那他还在做眼是吧？做了个眼，做眼，然后白棋把这个黑棋把这个挡住，对，挡住了，这样肯定是不够了，这棋这个不够了，白棋还下了几步，但是没有意义了，就是说他把这个扳粘掉了，肯定是收不动了。这个官子走下来之后啊，他一挡这个，哎，黑棋最后呢结果是中盘获胜，没错没错，认输了。应该说这块又走了几步，哎，吃了还是挺大的，那是关键，没错，哎，然后这里呢亮了一个妙手二路点，对，这个回来之后，哎，官子不够，对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